我们的故事是从儿子和儿子开始的。写的联系人是儿子，你骂谁呢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你欠揍呢是不是？再说我揍你啊！怎么说话呢？你我又没有儿子，儿子是你吗？你是我儿子吧？儿子，我给你们买了奶茶。说什么？你是儿子吗？是不是欠揍啊？你是儿子吗？那个欠没。把东西放下。哎呦，您就是儿子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听说你是这里最厉害的神枪手，我儿子想要那个娃娃，帮帮忙吧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大叔，我们订单上没有喊爸爸这条啊。我加钱行吗？不是啊，走，跟我走。任务很简单，我呢是想让你假扮我的私生子，在我家住一段时间，等我儿子进了省队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你放心，我儿子性格很好的，你们肯定会合得来。不是大叔，我要是当弟弟的话得另外收费啊。哎，我说你现在是我儿子好吧，不要老提钱，那提钱多伤感情啊。大叔，没钱没感情，我现在连话费都充不起。好，你放心，钱不会少你的，要多少你说话。好嘞大叔。大叔真给力。儿子，前两天我跟你说的那个弟弟找到了啊，现在我带他过去见你。小鱼，你爸来了。大叔，你儿子叫邵雨欧啊？啊？那你知不知道我叫什么？哦，对，我都忘问了。儿子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邵一良。啊？是不是很巧？不会吧？啊？咱们命中注定就是一家人呐！啊？大叔，你是不是还有很多秘密没告诉我？我还有几个妈妈。原来你叫邵雨欧啊。站在对岸。